大，不知道办什么活动，超平板啦，拍卖平板，超平板。那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，对，找不到要搭计程车去。之前脚内有去过。啊，搭了很快速的小黄，跑过来，哇，风好大，因为这边是童话新市镇，哇，风好大哦。还有后面啊，还有。要看这个地图，然后可以去这边盖章嘛，有很多馆，然后最后才到换代币换去扭蛋那边。哎，来到扭蛋区这边，哇，可以跟这个冰淇淋拍照哎，啊，外面好热哦，看扭蛋机等下再看好了，我现在先找这个地图，哦，找不到哎，到底在哪里？怎么里面有沙沙？里面有沙子，球池哇，看起来好脏哦，不要了。哎，新月的脚垃圾，宝贝球，超大石地球。我现在到奇幻蛋，奇幻蛋，太热了啦，我整个脸都红红的。找不到哎，找不到地图，地图就算给我看地图，我是路痴啊。蛋雕馆，蛋雕馆，好，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盖章的。这个好像要集满印章，集满印章啊，才可以去兑换代币去巨大扭蛋那边。这边好像是那种小朋友比较会来的地方。你看，蛋头先生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一个盖章处了，盖章盖章。好，我们现在在鸡蛋雕艺术馆，蛋雕艺术馆。啊，耶，得到一个鸡蛋。哎，你看这个小鸡。哎，会动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会不会动。哎，全部碎掉了。哦，可以把它敲碎吗？哇，碎掉了！破坏，破坏！你看那边有一个超大的气球蛋。好好玩哦！哎，然后我发现这边。有 Q 版的蛋黄哥哎 ，Q 版的不是真的蛋黄哥，比较 Q 的，有波波蛋，表面都要煎，蛋黄要嫩嫩的，而希望成为一线明星的二级蛋蛋。哦，是蛋黄哥的小朋友哎，好可爱哟，在那边。好，那我到奇幻蛋这边，对。那我发现又有一个可以盖章的地方了，好像在玩游戏。世界奇幻蛋馆，蛋蛋节这边第三个，改了，没有印泥啦，啊，好，反正有看到就对了。不要到时候工作人员说我没有盖章，我有盖章啊，蓝蓝的，你看到蓝蓝的。好，它每一个展览馆好像都是一个货柜屋之类的，对，里面超闷超热。啊，你看，这边孔雀蛋，然后这边是鳄鱼蛋，这边有乌龟蛋，还有鱼卵，对，最前面还有鱼卵。然后我这边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有鹦鹉蛋、鹌鹑蛋、海鸥、蓝腹鸮、雄鸡、白鸡、银鸡。海鸡，金刚鹦鹉的蛋，这个叫林鸭蛋，这个叫小笨蛋，好导蛋，20到40分叫小导蛋，40分到60分叫聪明蛋，60分到80分国师蛋，80到100天才蛋，这个天才蛋。啊，我迷路了，音乐好大声，我迷路了，哎，来到特色蛋。你要先看在哪里，吃饭要在哪里？我自己看一下，是哪一个？这个。对，那就盖了4张。扭蛋机起源。
里面讲过牛蛋鸡的故事哦。哎，全部都是牛蛋啊，这边有复古弹力牛蛋，然后那边还有蛋黄哥的牛蛋鸡耶，还有这个 Hello Kitty。闯关去闯关了，很不可能的。还有日本的牛蛋鸡，这么小，是不是？但系列馆啦，盖章处是这个第八个，哎，第八个，今天就要来闯关了。啊，这个都是扭蛋系列呢，对啊，看鸡蛋的，我超想要这个的，软软。然后这个你看，有超人真的，好可爱哦，好迷你哦。后面有抹茶的软软吐司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哇塞。超多正版的日本正版的软软吐司，哎，就是菠萝面包，那个是我最爱吃的面包，牛就是贝壳的，里面有包红豆那种奶油的，超喜欢的。看，好可爱的软软哦，冰淇淋的耶，对，好多哦。你看这边也是，哇，神奇宝贝，还有水晶的，好久没看到水晶的神奇宝贝。哇塞，哎，妙蛙花，哎，哇，好帅哦，水晶版的，哇，这些我可能，哎，还有皮卡丘的，哇，还有那个闪电，水晶闪电，这是杯子，芝麻戒的杯子，哦，这是什么？里面很多那种吓人的牙齿啊，什么手，蝎子，哎，这个太扯了吧，日本的小图鉴呢，哇。哎，这个可能我们在扭蛋机外面或者是地下街都没看过，哎，太屌！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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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头摇头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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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阳能摇摇猫咪公仔，贝壳女孩，全部的女生都穿了贝壳在头上，瓶中金鱼，啊啦！日本庭园尝试，哎，太扯了吧！连这种都做在造景的一些，我不知道，不能摸，不能摸。啊，可爱的皮卡丘公仔系列啦，不同的表情，不同的动作。再来蛋黄哥一堆哦，吊饰组。哦，还有蛋糕系列的，我很久没看到蛋黄哥蛋糕系列的。布丁狗，我以前最喜欢的就是布丁狗了。然后又是月亮与太阳宝可梦。哎，你看皮卡丘在睡觉的样子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水晶版的史迪奇，哎，这我很久没看过了。对啊，还有水晶版的，太酷了！巴斯，飞向宇宙，浩瀚无比呀！没碰我的雷射枪，
我的狐狸警长万福特飞卡丘。哎，我到底啊闯关多久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？我大概已经闯关失败了，我已经迷路了。对啊，要到巨大牛丹金那边多难啊，干脆每个地方都盖一下章赶快走好了。进来好凉快哦，冷气了，对，外面真的热死了。端午绿蛋，晨运成真。端午绿蛋，蛋运成真。还有这个脱胎换壳，蛋子卖蛋，卖蛋，荷包蛋，我就喜欢吃荷包蛋。对。蛋蛋进化院盖章，第一个找到了，第一个啊，终于找到了。哎，我发现这边好臭哦，结果你看这中间这边，哇塞，好多小鸡啊，小鸭，哇，有小鸭，哎，竟然有小鸭里面。哎，鸭鸭你好，哎，嗨嗨，哟，食物吃完了，我要吃，吃纸，哎呦哎呦，有好吃的，吃纸。哎，你看他们生下的蛋，哇，谁那么缺德啊，把那个蛋彩绘玩具丢在这里。啊，你叫我也没东西给你吃啊，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啦，你不要跟我张嘴啦。没东西，世界蛋庙宇盖章处，这个第七个啊，赶快啊，盖章啊。世界蛋料理啊，好了，终于完成了。欸，你看荷包蛋呢，我在一个杯子里面，哦，爱满满，好吃哎，要淋点酱油才好吃。还有这个拿不起来啊，这边固定了，那个是大叉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特色料理介绍，有什么德国马铃薯香料炒蛋啊，或者是淡水最有名的铁蛋蚂蚁蛋，哇，太扯了，吃蚂蚁蛋耶，偶尔泰家的传统名菜挪威蛋卷，这好吃。日本的蛋包饭，有名啊，有名。日本的鸡蛋拌饭，这个非常古早味，非常有日文的风格。你看一碗生鸡蛋跟一碗热米饭就可以吃一餐了，太厉害了。乡村蛋饼，这个叫蛋饼，好像那个就是你知道墨西哥，知道啊，鸭仔蛋，哎呦，里面有生的小鸡耶，啊，吃这个一定想。终于可以去巨大扭蛋了，我盖完章了，全部集满了，准备去巨大扭蛋那边。对啊，我要找气球兑换代币，兑换代币。等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收到 iPhone 还是空拍机？幸运签，好，蛋姐，你只要你努力的成为成功的，祝贺你啊！组合积木车啊，没有收到大奖啊，不可能啊，没办法，兑换。毛毛，我想要那宝圈了。没有，谢谢。只要跑过去就好。
飞太快。因为我要快点转，它变煎饼了。对，它变煎饼，变薄煎饼。那怎么办？哇，你这只比较便宜，比较大。这台车，说到这个组合积木车啊，可以给小朋友玩。那么久才收到这台，那么我还找钥匙，我还抢关钥匙呢。好吧，那今天的淡水圣诞节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下次想要跟我更多的去玩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记得开启我的铃铛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。拜拜。开心也飘，我难过，我生气，我忧伤，我投票，我在便利商店里面买鸡腿便。